我要做回我自己。虽然我的肌肉是助手，什么鬼？大太子做不到。本宫是乌拉拉拉氏吉兽。哦耶！那是因为你们刚才误导我，引导我。你爸爸还是你爸爸？提问奇奇怪怪，发现可可爱。Hello， 大眼新推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高瀚瑜。星座手账，快问快答二选一，请在两分钟内用粘土捏出自己的形象，并完成快问快答。输了又要喝个偏美。对方没有惩罚。Lady Go。舞蹈还是舞蹈？都要。感性还是理性？感性。最近一件很感性的行为是？哟。我自残行吗？我好像跟也差不多哈哈。以和为贵。快问快答结束，你捏的是什么？想说捏只是什么东西来着，但是貌似捏成了一只老鼠。可以说它是一只白柴。对，它就是一只白柴。哟，新言新语。大家都叫你小哭包，对于这个称呼你想说些什么？没什么想说的，哭了就是哭了。大家还说你哭得太好笑。情到深处自然哭。跟你哭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啊，虽然抓着你哭了，但是我好想笑啊，哈哈哈哈。嗯，没关系，我觉得既然我哭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，我也挺乐意的。我是个坚强的人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预计一下自己还会哭几次。我不预计，我尽可能的不哭。我每次都并没有想哭，但是就这个情绪到了控制不住啊。贵族可以招 KO 之后还会找到挑战吗？不去了。呵呵，被抢走多少狐狸之后我都不去了。草率了，草率了。作为新晋儿子，有跟靖哥的小孩打过招呼吗？当时靖哥有跟他女儿在视频嘛，然后我们就过去打招呼，然后靖哥说叫哥哥，我说不要叫哥哥，叫弟弟，因为我跟小白是后来的，所以他家俩小孩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姐姐。妹妹，你有看到网友们给你做了很多表情包吗？是的，有看到，不光是我的，还有我们一家三口的都有好多。我还看到有一个视频是一只金毛坐在中间，两边是还是一只老虎。我在想他们是怎么找的，怎么就这么形象？我真的是。你会不会注意一下表情管理吗？我多少会注意一点，毕竟好像现在流出来的照片也没几张是能看的。No！ 说实话我都已经忘了霸道总裁是什么样的了，最近做自己做的太久了。哇塞，这个也太扯了吧。你可以的，你是个演员，你可以，信念感。太久没有这些，最近有点脱缰。说一下说一下。哎呀 ！It's my time now！ 哎呀！完了！哎呀！收不住！我真的很紧张，八叔，你这个时候还非要去上厕？呸！我真的很紧张，八叔，这个时候你还非要去上厕所，合适吗？我要做回我自己。虽然我的肌肉是注水。什么鬼？从今天开始我要做回我自己，虽然我的肌肉是注水，但我不是神经质。哇、哦、听妈妈蔡少芬的普通话猜出是什么意思。本宫是乌拉拉拉氏吉兽。这给我。本宫是乌拉拉拉氏吉兽。啊，本宫是乌拉拉拉氏，还有两个字没听到。乌拉拉拉氏吉兽，平声吉兽吉兽。太难了，大太子做不到。本宫是乌拉拉拉氏吉兽，形状翅膀好像翅膀，远劳带呼吸系统。我听清楚了，呼吸系统。形状翅膀好像翅膀，远劳带呼吸系统。我认输。
性状，翅膀好像翅膀，软劳带，呼吸系统。你得去进修一下这个语言。是我去进修吗？不是，你要去进修吗？对，分妈式语言，我要去进修一下蔡式语言。天不怕地不怕，都怕财商分手不能跑。我们之前采访静哥，他给你留了任务。什么叫这样？如果他跟你们采访期间声音没有很大的话，这就是已经完成任务了。如果声音突然间，哦，我觉得个，哎，我觉得静哥这一轮我们肯定，他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完成任务。如果他嗓门突然加大了的话，那是因为你们刚才误导我，引导我。那你刚才笑的时候也很大声。哎呀！我下回尽量把我这个音量稍微调小一点。还有一个任务，但是我们觉得你做不到。什么任务？要一边赚毛巾一边飞索签名。他可以吗？毛巾来一条。他赚的是小的吗？一个大的浴巾。大浴巾啊，我才不信呢、啊。就说长辈那么爱给晚辈出难题。爸爸还是你爸爸。心动放送，不要做挑战舞蹈版。大家都说你是舞蹈场景小王子，请根据四段不同的音乐 freestyle 舞蹈。若跳出节目组隐藏设置的特定动作，即为失败，需要接受惩罚。你们万一设置了个不能抬脚，那我岂不是一抬脚就？静哥这个吧，那静哥这个是啥时候的？那不能太大声了。全开！哦哇哦！保持善良。哦耶！哈呀！我还蛮期待和春哥合作的，因为小时候我是唱他的歌出道的，然后曾经小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我长得像他。对，